今天我和战友听令执行抵近射压任务，在空中50距离俯瞰宝岛台湾的海岸线和中央山脉，作为军人的使命感和荣誉感油然而生，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的决心更加坚定。我们将持续加强练兵备战，确保能够应对一切危机事态。在维护祖国利益上，我们的血液中始终流淌着英雄的血性豪气。64年前，飞行员杜峰绿以一敌三，血洒长空。作为奉瑞传人，我们也不怕流血，不怕牺牲，要像先辈那样敢打敢拼，勇猛顽强，坚决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。雷达发现目标，方位动55，距离200公里。目标正在进行判别。对海弹指引，打击目标2弹弄3匹，左下各4枚10。各雷达加强对空观察预警。预报。接空弹注意，打击目标1弹32匹，2枚击中。接空弹注意，打击目标1弹32匹，2枚击中。报告。接空弹注意，打击目标1弹31匹，2枚击中。演练的目的是检验核心作战能力，保持全时待战、随时能战的高度戒备状态。我们有决心，有能力，对一切破坏祖国统一的来犯之敌，迎头痛击，绝不留情。导弹攻击打击敌重要兵目标，发射对海导弹8枚。导弹攻击打击目标重要兵。航路设定都可以。发射组长，请示发射。发射。2进5，回动，把定，右舵15，速度右，2进3，回动，把定。
炮要附送口令。三炮、六炮出现。通信现在有不通，到时候我们通过指挥长发给你。下去！下去！看。练兵千日，磨利剑，用兵一时见功夫。我会以更加饱满的状态投入到接下来的练兵备战中去。当前我们全连任务官兵也都精神振奋，斗志昂扬，士气高涨。我们将继续深挖装备性能，苦练胜战本领，坚决做到严阵以待，听令而战，不辱使命。中国共和国派党，宣誓人，救命！谢谢。